运动自由广阔天地，运动开创崭新天地。彭广阳主播。昔日钢城又建德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匹兹堡，曾经是全球最具规模的钢铁生产城市，也是企鹅职业冰上曲棍球队和钢人职业美式足球队的根据地。匹兹堡的运动迷最近几十年来享受过一次又一次拥有善战球星的滋味。在南加州富勒顿出生，身高6尺6寸又投手史肯斯 Paul David Skins 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国家联会中区小组匹兹堡海盗队的新秀。7月12日获知他已经被指名为本届大联盟全明星比赛国家联会先发投手。在大联盟的史业之中，史肯斯仅仅是第五位的一年级新生，荣获年度全明星比赛先发登场殊荣。史肯斯现年刚刚欢度22岁的生日，曾经就读于科罗拉多州美国空军军官学校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是又投又打。史肯斯目前在大联盟出赛过11场，66.1局，每一场都是先发登板，已经累计获得过6次胜投，获胜率100%，合计3阵对手89次，场均防御率1.90。大联盟最近一次有新秀在全明星比赛先发，是日本籍右投手野茂英雄 Hideo Nomo， 时年26岁，代表洛杉矶道奇队和国家联会，于1995年7月11日在德州达拉斯附近的阿灵顿创下纪录。彭广阳，2024年7月14日。